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 近嚟越嚟越多人咧就移民去英国啊，移民去 Nottingham 咁样啦。咁好多人咧，即系准备移民去 Nottingham 嗰啲人咧，都系我嘅片下面嗰度留言话：哎呀，你推唔推介你嗰间 B&B 啊？咁 O 唔 OK 啊？嗰啲即系用品齐全啊，咁样啦。咁同埋附近有冇一啲商铺啊？附近周围环境系点样啊？咁样咁咧，因为太多人问啦，所以我就拍一条片就解答大家咁样。其实咧，呢个 Airbnb 咧，我都自己都推介嘅，因为佢嗰啲设备都齐全啦，尤其是有吸尘机，嗰啲地下污糟啊都可以吸尘咁样啦。跟住隔篱又有啲商铺啊、啲店铺啊、Tesco 啊咁样。啲超級市場咁樣嘅，所以咧我就諗到一啲嘢，就係不如我用航拍飛去 Airbnb 嘅正上空，睇下個周圍環境係點樣，咁就可以俾大家一個參考咁樣。如果大家都係諗住移民去 Nottingham 嘅話，都可以參考下呢條片，諗下究竟租唔租依間 Airbnb 咧咁樣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睇片啦。